小猪仔，又是你！你就这么喜欢陷阱吗？喂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要我跟着？ 这和那日异境中的样子有些相似，难不成？难道是之前在那异境中的怪物又出来造乱？不成，要是不处理它，若让它闯入村子，造成损伤就糟了。 小猪仔，怎么只有你？那妖物呢？怎了？难道你是要我和你玩耍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有火烧的味道？ 方向是村子。 我的村子遭遇危险，我现在必须立刻回去看看，明白吗？我先回村子看看，回头再替你处理那怪物。 哼，司空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翟虎，你究竟是谁？我，就是那个被你放火烧光去落的夷人首领。鱼儿，你不是说那个部落已经没人了吗？ 是没人。当我带着随行手下返回聚落时，看到的就只有焦黑营地。你知道我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查出是谁害了我的族人吗？都怪你们村外的陷阱太顽强了，我的手下们迟迟不能将你们一族拿下。
为了把你们一族全数歼灭，我可是亲身涉险触发那个陷阱，为的就是渗入你们部族啊。尹大师说的果然全是谎言。我不是早说过了，伪装是最好的防备啊。我就知道不能相信异族人，不怪玉儿带回这个祸端。怎么会这样？火是我放的，你要报仇就冲着我一个人来，不要伤害我的族人。哦，不管你烧不烧我记录，我本来就打算灭了你们部族。不过我叫你先拿你血祭我的兄弟。人数太多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突围？至少要把他们引出村子，让族人们有时间逃跑。不行啊，司空大哥，今天你们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不要啊！难道今天便是我族的末路了吗？玉儿，不能过去，会死的。谁？是你，阿娘、青梅，你们都没受伤吧？雨哥哥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雨儿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恩人姑娘，多谢，多谢您救了雨儿，也救了咱们大家。姐姐，谢谢。玉儿，你做什么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恩人姑娘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雨哥哥，您忘了姐姐不会说话了吗？墨月，哎，姐姐，你会说话？墨月。
你果然能说话。我没说过不会。是不会说，还是装聋作哑，为人掩护？你该不会和翟虎一伙？我不跟谁一伙，我只想拿回魂玉。魂玉？翟虎的族屋给他的护佑宝物？魂玉就是魂玉。玉儿，我看恩人姑娘不像那恶少一般狠戾狡猾，咱们不能对救了全村的恩人这么无礼。司空宇，你这臭小子，果然又是你惹的事。我听见了，刚才那家伙说是因为你这小子烧了他们的聚落，所以他们才会过来寻仇。就是因为你这小子欺骗族长，不然族长早就听我的建议带大家离开了，我们村子哪还会遭遇这些啊。不是的，茂叔，那时雨哥哥是因为要救我才会，而且翟虎哥不，那个人说他本来就想灭了咱们，是雨哥哥的陷阱让他们不能入村。你这丫头的意思是这臭小子还有功劳就是了？你自己看看村人都被这些凶恶的异人吓成什么模样。阿茂说的没错，要不是司空宇，那首领也不会来。就是就是，这次要好好惩处他。不是的，是我雨哥哥。现在那还管得了什么惩处？咱们还是快些迁村吧，难保那群贼人日后不会再来。就是就是，迁村为要。好了，大伙儿动作快些，不必整理村里了，盘点损失，收拾行囊，明天迁村，越快越好，别让那些异人再有机会侵入村子。是是，快走快走，动作快一点啊。还好没有族人受到伤害，莫不是上天还不打算灭绝下人血脉？真是感谢先祖庇佑。阿猫、春娘，现在没空教训这小子，你们也快回去收拾收拾。可是族长，这次都是因为阿宇才会引敌进村，您必须要大大的惩处他。茂叔，阿茂，是我教子。春娘，你不能老把错揽上身，惯着这听不见人话的臭小子。我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等族人们都脱险，再商量对玉儿的处置。你们都先回去收拾。族长，是。姑娘，多谢您方才的援救。但碧村适逢巨变，恕无法盛情款待。无妨，走吧。族长，恩人姑娘对我们有大恩，至少让我们招待她一宿吧。这，好吧，仅此一次，不再为例。恩人姑娘，请让我们招待您，感谢您的恩情。这，那至少一顿饭菜。好吧。恩人姑娘，抱歉，
明明您对雨儿、对族里有大恩，我却只能给您这些粗食款待。姐姐，真的多亏你了。不知恩人姑娘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若是有我们能提供协助的地方，一定会尽力相助，报答姑娘。我要回家。回家？或许我能向族长要一头驼兽，再与恩人姑娘一程。不好意思，虽然之前恩人姑娘在我们这儿住上一段时间，但还不知您是哪里人士呀。我自己找。今夜星子好多啊，我听族长说过，星子多的夜晚隔日会是大晴日。据说有经验的人除了能靠星子推测明日的天气，还能推敲方位呢。啊，姐姐是在看星子寻找家乡的方向吗？姐姐应该是被那些彝人从很远的地方掳来的吧，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家乡在哪儿了。姐姐的家乡叫什么？或许我们知道大概的方向。华胥。华胥？这国名第一次听说呀，似乎也不是附近国邑部族的名字，难不成在更远的地方？姑娘抱歉，不然我去和族长问问，也许族长知道也不一定。恩人姑娘，您慢用，我这就去找族长，怕晚了就不好叨扰。阿娘，我也和你去，我嘴甜，说不定能让族长答应多帮姐姐一些。好，青梅也一块儿去吧。姑娘，虽然你援救了我族，但我还没完全信任你。我想搞清楚一些事。因为阿娘和青梅都很感激你，所以我不想在他们面前问这些。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真是被彝人掳走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想回答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么你是否早知道翟虎要来攻击我们族人？翟虎先前假装掉入陷阱，潜入有熊村看陷阱布置图，所以能避开陷阱带人入侵。果真如此，你既然会说话，为何那时不提醒我们？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。那是属于你们的恩怨，我没理由参与。什么？那你又为何折返援救我们？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什么主意？是他找我，要我过来。啊！我为了拿回魂玉，才跟翟虎一起走。翟虎派手下将魂玉和我带回他的营地囚禁，我伺机夺回魂玉要离开时遇到了他。他身上有我故乡的铜壶，我本想带走他，但他要我回来看看，似乎是要向你报恩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信便信，不信便罢。而且若我有心伤人，你抵挡得了吗？没错，我功夫是不如你，如果你出手，
可能不到一刻钟我就会败，但就算只有一刻钟，我也会豁命为族人争取。是吗？你要为谁豁命是你的决定，反正我听您便择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青梅，你不是和阿娘去族长家了？啊，我想起来还有东西没收，就先回来了。那阿娘呢？怎么没和你一同回来？族长和阿娘有事要相谈，一会儿才回来。我回房去收拾一下。族长和阿娘应该是在讨论我的处分吧？那名姑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貌，也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。配置图，难不成是？怎么会？那姑娘自顾自地睡着，似乎真不打算伤害我的族人。她虽然怪了些，或许不是个恶人。阿父，我们要迁村了。孩儿这次又没有成功，靠自己研究的陷阱根本远远不够，只是活在死亡的可能中。这种事就没有结束的一天吗？我要如何才能让阿娘、青梅、族人结束这种流离的生活，真正的安居？阿父，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拥有更大的力量保护大家？那姑娘沐月似乎有着神奇的能力，她手中的魂玉好像拥有极大力量。如果能拥有那个力量，这样族人也能安心生活了吧？不行，怎能总想着依靠人？而且那姑娘听命便走，思考这些又有何用？玉儿，阿娘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族长已经决定对我的惩罚了吧？玉儿，天明你就离开吧。族长要逐我出村？玉儿，不是逐你出村，是要你与恩人姑娘一同出发。什么？恩人姑娘是咱们的大恩人，族长下令你一路保护她到家作为回报。虽然恩人姑娘会使术法，不过她毕竟是女儿身，旅途中还是有男子作伴为好，你可不许欺负她，明白吗？这与逐我出村有何不同？玉儿，族长与我都知道你一心想学习好保护村子，只是村里男人所剩不多，没人教你，一直困在这小地方也打不开你的眼界。你就去吧，不用担心咱们，等你成为更强的战士再回来保护咱们，那样也不辜负你那死去的阿父一番苦心。但是玉儿，
咱们大人心意已决，你听话便是。眼下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担下护送咱们有熊一族恩人的责任呢？阿娘，我明白了。我的雨儿真的是长大了呢。等等就收拾一下，破晓就出发吧。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倒有灵性。已经不疼了。真的。坐下。喂，起来。喂，没想到你真听得懂人话。喂，好了，别闹腾。喂，你这小猪仔虽然长得奇怪，但着实比村里大猫狗儿还机灵。喂喂喂，你这小猪仔哪来一堆把戏？小猪仔，反正你也没了家人，不如等会儿我和阿娘说说，把你养在村里，也算是代替我陪着阿娘吧。什么？你怎么又咬人了？这毛病要快改，否则我怎敢放你陪阿娘和青梅？喂，难不成你想跟着我？喂，傻小猪，跟着我只会吃苦的。喂，哼，怪东西，你不怕旅途辛苦，就一起来吧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我得给你取个名。阿秋，阿奇，好，就叫你阿奇好了。你要怎么处理他，我不过问，
但你若要吃它，把壶还我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打算吃阿奇。哦。沐月，昨夜阿娘说，族长要我护送你回家。方才我听说了。阿奇。阿奇。雨哥哥，你替这山猪取名了呀？有个名字，叫起来也方便些。毕竟，他要和我一块旅行。阿奇真傻，明明在村里待着比较舒服，偏要和我一同出村。果然，不可以这样。我要去求族长，让雨哥哥留下来。雨哥哥根本就不该被逐出村子。青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雨哥哥，青梅有件事要告诉你。翟虎他不是带人绕过雨哥哥的陷阱，顺利攻入村里吗？那是我害的。青梅。是我在雨哥哥不在的时候，将你布陷阱的地图给他看。翟虎哥哥，这几天住得还习惯吗？习惯，而且伤也好得差不多了。这都要多谢青梅妹子那日替我求情，我才能在村子里安心养伤。哪儿的话，说到底也是雨哥哥的陷阱害了你呀。不过那可是雨哥哥为保护村子所设的，翟虎哥哥你可别怪雨哥哥呀。不会不会，原来那是司空大哥为保护村子所设的，难怪这村子看起来这么宁静，想必司空大哥费了不少心力照顾吧。若不是怕我族人担心，又要带那姑娘去找我族屋人，我还真想这伤一直好不了，这才能永远住下去啊。翟虎哥哥别乱说，伤弄不好会出人命的。开个玩笑嘛。真是的。翟虎哥哥，等你找到族人以后，如果想念我们，也可以再来找我们玩耍呀。这是一定的。青梅妹子，司空大哥呢？怎么一早都没见到他？雨哥哥去整修陷阱了。就是害我脚拐到的那个陷阱吗？哼。翟虎哥哥真是抱歉。哇，那陷阱真有意思，青梅妹子，你雨哥哥的头脑不错哦。雨哥哥虽然对武术不是那么熟悉，动脑方面倒是挺不错呢。对了，我挺好奇，司空大哥的陷阱都布在哪些地方？你为什么想知道呀？嘿，你也知道，我过几日就要离开了，要是出去时又不小心触发司空大哥的陷阱，我可真又要回到这里叨扰了。而且方才也答应你，以后会再来探望你们，总不能到时再踩着陷阱入村吧？这当然不成。对了，雨哥哥有个皮卷专门记录这个，我拿给你看。哎，真的吗？我一定要看看。麻烦你了，青梅妹子。对不起，我想了一整晚，还是决定说出来。雨哥哥一点错都没有，是我的错。要被逐出村的应该是我，不是雨哥哥。我这就去求族长收回成命。不可以。可是。没有可是。青梅，这些话到此便罢，之后别再向任何人提起。
连阿娘也不可以。是我技术还不成熟，才会轻易被人破解陷阱与明烛，与你无关，懂吗？可是明明是我。这次村人最多受了点伤，没人见先祖去，也不会有人在先祖前说你不是。而且青梅，谁跟你说我被逐出村了？族长给我的任务是护送恩人回家，我去去就回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阿娘就麻烦你照顾，明珠与陷阱也麻烦你照看，村人安全的重责大任都交给你了。雨哥哥，青梅，若你真觉得过意不去，那只要你代替我好好守护村子，就是将功赎罪。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阿娘，还有代替雨哥哥照看明珠与陷阱，不让怪人再来。这才是我的好青梅。玉儿，总算缝好了，这个给你。谢谢阿娘。玉儿，你这一路阿娘和青梅不在身边，凡事只能靠你自己照料了。嗯。恩人姑娘，方才只顾着和你提玉儿的事，一时间忘了这个。族长说，恩人姑娘可以先往商都前进。商都是最大的都邑，里头四面八方来的人都有，也许能遇到你族人呢。若没遇到，从那儿也应该能找到去恩人姑娘家乡的法子。玉儿，你第一次独自出远门，可要万事小心，东西备足些，以免途中有缺。我知道了。